哎呦，刚好20个。手上一整叠处方药袋完全开不出去，上头还用纸条备注缺货，缺的就是用量很大的人工泪液艾特泪。去年2月就开始缺，基层药局说到11月又开始叫不到货。我上个月就叫不到了。那这个月已经是完全没有货了。那现在的话，其实社区药局是绝对拿不到货，连医院有些医院也没货了，是不是这个又重蹈氧化镁的一个覆辙？用量占50%的人工泪液泪然，11月1号起退出健保，回归自费市场，这些用量都转到艾特泪，才导致供不应求。但药师质疑，泪然原本健保价1瓶47元，与健保署协商想停高到64元，最后破局，现在用量全转到健保价是泪然2倍多，1瓶给付破100元的艾特泪，健保支出无疑是加倍支出，与省健保背道而驰。它是泪然的一个double 的一个健保价的价钱，这样健保有省支出吗？实际到药局直击，加上只剩下现役等，其他国产或自费的人工泪液全都放在结账柜台内，因为量已经不多。药师透露，在群组内和其他药局调货，没想到不仅没有，可能连医院都不保证有。因为它药品的包材供应不足、原料短缺等因素，那持续无法足量的供应，好，所以它一直在控货，那预计是在今年4月初恢复供应啊。食药署解释，有同成分同剂型药品可以替代，也会请国产药厂增加供应。健保署则说，泪然退出健保是厂商表示想调整营运策略，以纯自费模式供应，是多次沟通协商找出的共识。金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金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